大表哥，我有啲正嘢。嚟都有好嘢。嗯，嚟啦，乡下打只大战鸡出嚟啊！点做啊？起肉头先。嗯，新做法喎，咁我交俾你啦。OK。啊，琪琪又冇呃我喎，鸡又几靓啊，咁靓嘅鳝鸡起都肉。第一步就将啲鸡摆到落捞咗味先，依家俾啲豉油，俾少少嘅糖，记住呢个关键，先捞味，再落生粉，一个锁住啲汁佢啦。第二个咧就令佢咧干身啲。嗱，我哋用中火嚟煎，睇唔睇到金红色、金红色嗰种啊？呢、这个时候咧。就要爽手啲咁多啦，啊，反起晒佢。关键嚟啦，煎完鸡嘅油攞嚟啫鸡，咁大家想象得到嘛？俾啲花雕酒，摆啲咁多嘅生抽落去。哇，数数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咁旁边落啲花雕落去，再数三、二、一，放埋啲落去，咁咪搞掂咯。趁新鲜 ，nice， 嗯。冇朋友做啊，好食补，出菜。